晚上好，我来补个口红，好好笑啊，哦！我现在，你为什么我一直播，你知道这个位置啊？你也蛮好笑的，杨晶晶。我一直播，他就到这个位置来坐下，挺爱蹭的啊。我妆花的好夸张啊！谢谢蜜也送的夜蝶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的夜蝶哦。哎，我好想快点解封去接头发，我觉得我现在像个流浪汉，我这个头发。对啊，头发长得好快。真的长得很快，我真的好像流浪汉。是在涂遮瑕，因为刚吃的意面，意面那个汁就很脏，刮胡子我真的会谢，好会形容啊。我想到那天发那个，就是那组带了一个。耳朵的那个照片，然后好多人都说有一张像是拿剃须刀，对，就那个手电筒。谢谢奶茶啊，有个夜蝶漏了吗？谢谢 X 送的夜蝶，谢谢你哦。对，我刘海。说实话，前两天才刚刚剪过，就我头发怎么长这么快啊？特别是疫情期间，感觉这头发长得巨快。谢谢奶茶，谢谢小张送的99显荧光棒，谢谢你。我今天突然意识到了，距离14号。没几天了，我还没开始准备 solo 公演，得开始了。休息休息了，发现，谢谢江南孤剑送的权杖，谢谢你哦。休息休息了，发现大事不妙，可以说是，真尴尬。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！我本来以为还，我本来以为还有10天呢。谢谢海南人用嘴开椰子，送了99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对呀，得亏拍档延迟，拍档要是不延迟的话，我会想死。
谢谢 jump jump 跳跳送的打权杖，谢谢你。编舞收到了。联合国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？编舞收到一个呀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这次编了3个舞，然后另外一个打算学一下。确实，你们一向下手比我灵通。为什么被搞崩溃了？因为我现在就是不能，我的舌头，我尽量不去动我的舌头，所以我的舌头就是平的，就是一切卷舌音都，谢谢奶茶，一切卷舌音都不会发。iPad 没电了，谢谢奶茶。天呐，好想吃番茄乌梅啊！谢谢奶茶，因为刚刚有个人的 ID 叫什么番茄乌梅，然后他进来会有那个提示 ID。对啊，我今天晚上本来不想直播的，但是想想。谢谢番茄乌梅，太冰了，送的皇冠，谢谢你哦。望 ID 止渴。好过分啊！就想想，不是好不容易化个妆吧，是因为接下来几天估计都要忙着准备那个。一进来就被 Q 到，谁叫你取一个水果的 ID？就觉得接下来几天会很忙，可能就无暇直播吧，所以就浅浅的今天播一播。已经开始缺水了，好想吃番茄乌梅啊！啊，哭了我呀！我真的会谢，为什么又开始静默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伤心啊！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呀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好像要静默到15号，刚差点骂人了。谢谢爱吃咸豆腐脑加香菜的，的大橘送了99个荧光棒，那你就别来我养老院。刘海不是油，我今天才洗过头，好吗？是喷了胶的原因。啊，找到了，杨静静，给我过来。对了，做过造型啊。是不是很像流浪汉？因为一直我最喜欢的造型是姐姐，她已经回家了。她在生活中心住着，然后天天做噩梦。然后她就回家了，狗乖。忍不了了，刚刚又抓我，该剪指甲。然后他就提前回家了。
直播剪指甲，尖死了指甲，痛死了。他的脚毛都已经把他的指甲、他的肉垫整个遮住了，但是脚毛真是爱莫能助。那天还有人说杨晶晶的脚毛该剪了。可是当下哪有的机会给他剃脚毛啊？我又不是真的有刮胡刀。老实点！你刚抓我，痛死！别动啊，等我给你剪到肉啊！杨晶晶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小猫咪是犟不过人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？你不要以为你看着我，我就会心软。你抓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心软呢？嗯？你跳起来抓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心软？早点剪完，对你我都好。你生什么气？给我滚！看不见。你抓我的时候我都没生气，你现在这也生什么气？
没事。杨晶晶，给我过来！你这不欠扁，欠揍，欠揍，欠揍！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比你更加倔强？谁还不会生气啊？啊？谁不会生气的？怎么地？你眼屎娃！就几个没剪，剪完会怎么样？啊？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我不吃这一套啊！你今天不剪完，你今天不剪完，你就别想走。丢不丢人？都在笑你。
今天你不剪完，你绝对不想走啊！没有直播也就算了，有直播呢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，我不给你剪完，我就不姓杨。没事。别给我来这套！没事。哎呦，最后几个指甲了，你真的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给猫咪剪指甲。
你浪费了我跟我。讲完了，你以为什么？你别吃啊！这么有骨气，你别吃啊！哎呦，好有骨气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刚凶我说怎么现在吃东西这么安静了？滚吧滚吧滚吧，不想看到你了。气死我！你得给他剪完，不然他就会觉得谢谢喜欢杨幂的人啊，送的权杖，谢谢你。你得给他剪完，不然他下次还会这样。你要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疫情结束，你就要变成妹妹了呀，静静。之前都是在宠物店里头剪，因为我一般不想干这种伤感情的事情。但现在没办法，因为他刚刚又抓我，抓痛死！哎呀，流血了。就前面，他就是有点不知轻重，这只小猫咪。他跟你玩的时候就会伸爪子，还好，只是破了点皮。它一般不凶的，一般是只没脾气的小猫咪，但是有时候发起疯来就很讨厌。今夜有多少金推梦碎？塌房了，塌房了，好好笑啊！谢谢脖子疼疼疼疼疼送的权杖，谢谢你。什么叫转推水水啦？你今天你不要靠近我身边，你不要来我旁边撒娇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今天晚上，你不许靠近我，不许在我旁边呼噜呼噜。我要冷淡你几天。但还是要为他辩解一下，他平时脾气都很好的。
总的来说，还是一只很乖的小猫咪的。但它不乖的时候，也很想揍它，真的很想揍它。我好像真的养了个小孩一样。现在很能理解我妈的心情了。不疼，我刚都不知道流血了，一丢丢丢丢丢丢。哦，这里原来还有一道，臭小子。直播去吧，都已经干了。现在去，等会去都一样。谢谢奶茶，不痛。其实它就是嗓音大，嗓门大。在打呼噜的时候，声音都很大。主要现在揍他不太好，等直播结束我会揍他的。我等会指着我的伤口。让他看，他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揍了，莫名其妙了。他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就让他今天晚上去当只流浪小猫咪。流浪中心，让他知道没有妈的小猫咪就是根草。你就能取代晶晶了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其他小猫咪，其他小猫咪都在自己的房间，也都在温暖的房间里头，有猫罐头吃，有水喝，有住的地方。哎呀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，我去拿一下。让你不会走路。
那你刚刚凶我，你继续凶我啊！你继续凶我啊！你继续凶我嘛！啊！你装委屈，搁这装可怜是吧？别装啊！自闭了。以为自己能脱掉这个衣服，是不是？乖。没和好，我在惩罚他呢。你为什么又在呼噜呼噜啊？你刚刚凶我凶的那么厉害，你现在又给我呼噜呼噜，凭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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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不跟你玩，走开！哎呦，他适应了，他现在健步如飞。床上已经千疮百孔了，人间。不许说他可爱。看他的罪证，罪证，还可爱吗？谢谢不吃胶囊送的黄瓜碗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的胶囊啊，不对。谢谢你的皇冠哦。我最近真的很嘴瓢。对呀，要剪了。他自闭现在。
整个人自闭的在趴在那，因为太长了，挡眼睛。我什么时候也穿小老虎？再说吧。确实，打算播到0点就下播了。刚刚跟他斗争一番，好消耗我的能量。谢谢大橘送的一叠，谢谢你，给我累到了。衣服有链接吗？@同款播，谢谢喜欢杨幂的人呀送的戴安娜凝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感觉我们这一次静默完，应该差不多就可以解封了吧？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叫静默，反正就是不能点外卖，也不能团购，也不能快递。好像要静默到15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静默。没有说解封15号解啊，我是说静默。就是不能快递，不能外卖，也不能够团购，反正就是你自己老实在家待着的意思。吃还是够吃的。喝的也够，可乐也够，我这两天都没怎么喝，因为长溃疡。现在吃食堂吗？吃啊，来得及吃食堂就吃食堂。来不及，赶不上吃食堂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水果也有，他真的安静了呀！穿了这件衣服之后，他不动了，笑死我了！就让他再反思一下吧，有点困。掐猕猴桃，问题是现在哪来的猕猴桃给我吃呢？我只有一箱芒果，吃完我可能嘴巴里头要长更多的溃疡了。就很惨。过几天吃，说实话，那天拿到那些水果，就很多水果都已经烂掉了。
因为他们这个水果好像是从第一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批啊，反正第三批，第三场的时候就已经买好了的。可能因为买水果比较不容易吧。就芒果还有葡萄什么的，本来就不是那种能放很久很久的水果。芒果什么的也不能放冰箱吧？芒果不能放冰箱啊！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听说过芒果能放冰箱的。没事啦。晚安，爸爸。嗓子有点痛，刚刚给他吼的。